iPad 第七代啱啱發布，用咗更輕巧嘅設計，而且硬件仲跳過咗 M3， 直接升級到 M4 處理器，效能更勁。本來應該都好受歡迎，但網上就有人發現，原來呢部機規格打爆嘅話，居然貴過一部 MacBook Air。就有人懷疑，到底 iPad Pro 同 MacBook Air 嘅定位係咪重疊咗呢？今日我哋醫生 HK 就拎呢一部2024年 M4 iPad Pro 5G 版，一齊睇下到底有幾勁。首先睇下個設計。